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咱们这次学习的是咱们 NCT 127的英雄，然后英文名叫 Kick It。 最开始的话，咱们每个人的动作啊都是不完全一样，每个人的 pose 都不太一样。咱们这个地方抓泰拳的动作给大家学。OK 啊，咱们泰拳的动作啊，每一场也不完全的一样，所以咱们也是挑其中一场。
咱们把这一场的动作那个感觉抓明白了以后，然后大家自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调整。好，最开始啊，它是一个单膝跪地，但是左膝是抬起来的这样一个状态，右手托着自己腮帮子。OK， 然后一二的时候是这个动作，咱们在一二五六这样的拍子上都是过渡，然后三四七八这样的拍子上都是去找做动作。OK 啊，这样一二三四的时候，左手按到地上，同时你的头往下两次点头。OK， 然后紧接着身体虽然是很硬的往下点，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弹的感觉。OK， 痛痛，紧接着反过来，咱们在三四的时候五六的时候，右手一定要有一个转手的感觉，不要直接拉上拉起来就换手，直接有一个转手再按下去。OK， 每次中间换手的时候都要有一个转手腕的感觉。这样换手五六七八的时候，从右膝跪地两次的时间，两拍，痛踏。OK， 抬起来，手跟头一样都一起抬起来。痛痛，然后紧接着第三个动作也是啊，转手，这边还是右手，右手放在自己的脑袋点上，同时低头。后面这一两个动作是手往下，头往上，痛踏。OK， 然后紧接着咱们手一开始下来以后是冲前的，紧接着有一个转手腕放下去的这样一个动作，又是两拍的时间，同时咱们的头啊往左边倒过去，再收回来，有一个放松甩出去再收回来的感觉。咚咚踏踏，最后咱们听到的是四个音，咚咚咚咚，所以咱们是一拍一动。最后这一下的动作啊，一下就是最后这几个动作，下半身就两个动作，右膝顶一下，左膝顶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上半身的动作啊，配合着咱们头两下顶膝盖，右手第一次顶右膝的时候，跟着你的右膝一起向外冲出去；第二次在左腿抬起来的时候，右手到找到你的左膝。紧接着第三下啊，可以往上，也可以往中间，然后最主要的感觉就是往上，一定要先拉起来一点儿。最后一下再指到前方，所以是四下。OK， 咱们在做这四下的时候啊，手一定要注意在每一次到位的时候都有一个停顿。痛痛，虽然拍子的速度很快，咱们尽量去找那个拍子的重点，然后紧接着是咱们身体的重点，就尽量每一次做的时候都加一个身体的泡，有一个定住的感觉。痛痛 ，OK， 四下动作。然后之后的动作啊，咱们身体先是用头去钻向右边钻过来的同时，你的手啊一直在保持一个向左边画圈的感觉。然后记住啊，你向左边画圈的时候，一定要尽量不要完全用你的手腕去画，用你的小臂整个带着你的手腕去画，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放松一些，幅度稍微做大一些。然后上半身往右边钻，然后相当于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位，斜后方的一个位，到你的胯，然后膝盖往里，然后最后是一个拧脚尖，然后你膝盖向里并起来的这样一个动作，挺胸挺胯，抬膝，然后膝盖向里转过来，这是一个整个过程啊。然后再连贯起来就是一二三四，第四拍你的膝盖完全下来了以后，你的头反过来倒过来，但你的身体还是有点冲右上方的感觉，冲出去看。紧接着五六七八的时候，重心给你的左脚一样啊，用上半身去带钻过来，然后把你的右腿拖过来的这样一个感觉。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都是冲右后方或者左后方，都是斜后方的感觉。最后咱们向左边拖完以后，五六七八直接右脚跟上就可以了。 OK， 然后后面这一下四拍的动作只有泰中一个人去做了，右脚先迈一大步，然后一定要注意脚先出去，重心先留在后，然后依次的从胯到胸到头拉起来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加上手的话就是从上往下拉下来就可以了。痛，然后第四拍的时候有一个小跳，两个脚一起起跳，然后落地，手在中间做一个击掌。最后啊，大家一起跳的一个整齐的动作，下半身右左右左，出哪只脚哪只脚的膝盖往横方向，右脚的话就是往右边左脚往左边。 OK， 有一个拧反，你动哪只脚，另外一只脚去拧你的脚尖。这一次咱们动的是左脚，所以是右脚脚尖向左边拧过来，这样你们两个膝盖冲的是同一个方向。 OK， 就是这样一个基本脚步动作，右左右收是这样的三个动作。其实下半身，上半身的话就是送出去，摊平你的手，然后找到你自己的肩膀，然后一定要注意先把你的手往上到你的头顶，再从你的后边头后边，然后掠过你的肩，掠过你的身体收回来。痛痛踏踏，一定要有一个往后背再往下走的这样一个状态。根据咱们每一次的这个手上动作配合你脚的动作，右左动大手回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咱们头四八拍的动作，咱们尝试跟一下音乐。